苗栗县菜厅文化消费成立以来，就定期推出特刊，包括中南菜厅的文化。最新一期的三块心是用中南菜厅形象做主题，特别的是包含菜厅的学生的记录，都加入了创作的行列，分别是用白图写文字来表现菜厅的美和形象故事。一只海报的封面，但个嘅主角系哪条明星呢？行近来看，中间嘅主唱系马海婆，左右两边嘅吉他手系吴国雅同韩丹雅，贝斯手系北宫，打鼓嘅系三太子。安神器嘅封面系进行一期嘅中南山海戏。因为它里面有一篇是讲到跟龙凤宫里面的算执事嘛，去做一些访谈这样子，然后你就知道说，哦，原来我们日常生活中看到的，比如说拜拜的手势啊，或是跟神明卜杯啊，各种的一些求签，它其实都是有它的一些美感跟 paper 这样子。大概进行一期的中南山海戏，主角主黑童年亲情的神明，特别的是一百个插枝，结合菜田民众的观点同创作，唱起水彩画的词意境，做起一位菜田学生的作品，然后嘅贴近内容，本菜田人感觉动情。有些在地的学生，因为我们在这样的合作过程当中，对于地方它产生了一些情感，然后或者是说加入我们的这些伙伴们，他也产生了他自己的观点，对于地方的观点，所以我们就把他们一起的作品都收录进来，有的是画插画，有的是写文章，有的是记录故事，然后又成就我们每一年的山海景。苗栗县菜田文化协会表示，山海戏创办以来，对中南镇的饮食文化、景园子、楼梯名的由来，都下个信仰，唔但请由当地证明书藏，还吸本当地先生来做乡土的教材来用。协会每结合论文期刊，一定有相关的研究来说明，本报道还可以有公信力，变作中南人一定要去书藏的文化刊物。下个新闻总之面，苗栗报道。